好看耶，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少，而且它现在真的很轻，对，它超级无敌轻，它很像没有穿的。我懂，对，就是它真的很像没穿。是，你们好好听他解释。对，好，给你们看一下它搭裤装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我平常自己会很爱这样子穿，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最不知道要穿什么的时候，就是牛仔裤，然后配一个针织上衣或是毛衣，然后你要搭一个就是厉害的外套，这样就会感觉今天就是非常的有造型感。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适合就是搭在雪地里哦，好可爱，我超喜欢它这一圈的这个毛毛，因为我觉得它有了这一圈的毛毛，整个就是比较在小有气势一些些这样子。那就给你们看一下它搭裤装穿起来，好啊。那我来介绍我里面的，我里面的这件上衣，我必须要好好称赞他一下，因为我刚刚有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亚比他们说我是超级敏感肌肤，所以我自己就是对针织还有就是毛衣类的单品，我自己会比较担心，就会我是很容易会马上红马上刺痒的人。但这件它穿起来它是很软料很舒服，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那种刺刺的感觉，它超级无敌亲肤哦。而且它就是稍微手袖的地方有做的比较宽松一点点，就是有那种就是小喇叭袖的感觉，穿起来我觉得就是小有飘逸感。那它有三个颜色，而且我觉得这三个色就是都是基本色，就是一个是有点奶茶卡其的颜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觉得算是今年就是十二月到了大家一定会需要的绿色系单品，因为万圣节大家就是红色绿色，我觉得是很好做其他搭配的。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件上衣啊，它是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的短版上衣，所以其实也可以搭像刚刚第一套，如果你们买绿色的洋装，其实你们也可以搭在这个绿色里面，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多变性算蛮高的，而且平常大家穿它，我觉得这个是实穿性很高的一件上衣。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它的细节它是用不同的织纹织出来的。那它的织纹呢，就是非常的柔软，然后很轻肤，有三个颜色哦，这三个色就是三个色都是大家平常就是很好做其他搭配的颜色，这样子，有绿色、卡其跟白色三个颜色。那再来就是我的裤子了，我的裤子呢，听说是今年就是升级版的裤子哦，是就是有加绒在里面，有一点刷毛在里面的，所以穿起来是我觉得算是发热裤的一种，可是它是可以单穿出门的，就是跟牛仔裤很像，但它的材质摸起来是我觉得比较有棉感一点点，就是有四个颜色，有我身上的就是黑色。哦，这个是墨色吗？这有点像是灰，有点炭灰色，对，就比较深的灰色的炭灰。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如果你觉得黑色太重，那你们就可以选这种炭灰色。那还有卡其色，比较有点带灰的卡其色，比较奶一点冷色调的卡其色，跟另外一个是白色。那我觉得这个白它很贴心，是它不是做正白色，就是比较有一点奶油白的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穿到白色裤子的时候会比较担心，就很怕被放大。但是如果这件还 OK， 对，我觉得奶油白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收一点点，然后比较搭配性上不会觉得，嗯，你上身好像穿了，如果是其他色系，你会觉得裤子好像特别白、特别奇怪，就不会。然后它是里面有内磨毛的，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是有一层比较薄的内磨毛，炭灰感觉很好看。因为我觉得炭灰色是大家可能平常都是买黑白色比较多，但炭灰我觉得算是比较中间色一点点的，这样子一下，对，可以比给你们看一下炭灰色。我觉得炭灰色就可以代替黑色，如果你们黑色裤子已经很多了，你们就可以选炭灰色。而且它穿起来就是显瘦的，我觉得是很显瘦的款式。打岔一下，这是上次我们卖非常非常好的那一款，它的升级版。对，就是去年卖很好，不是上次哦，上一次上一档的，对，他上一档卖很好，然后就换成这次的这种升级版。升级版就是比较有里面是有发热功能，对，有发热功能的，而且其实它的磨毛不至于到很厚，就是一点点，对，就一点点，对不对？对，有保暖的效果，微微的一点点，对，就是台湾比较适合，没错，对，因为它如果很厚的话，我们会热死。就是我觉得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到那么冷，就是我觉得这种微磨毛的就还蛮适合大家穿。好，四个颜色，那我必须说。它呢，先给你们看它四个色之外，我要告诉你们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好，四个颜色哦，我觉得四个色都是基本色。这种裤子，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找到适合你的，你们就是可以包色做，就是可以包色处理。好，这件裤子呢，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整圈是弹性腰头的，就
就是它有里面有做一圈的那种就是松紧带腰头，所以像我自己平常因为我的臀围其实是穿 S 号，可是我的腰是比较偏 XS， 但这件就是你们看我穿起来是可以刚刚好的，所以如果你也是就是跟我一样是腰比较小但是臀的这个地方稍微就是比较正常尺寸的话，这件裤子你们穿起来是可以完全刚刚好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件裤子就是很厉害的地方，你完全不需要再就是去改腰头，所以很方便，我很爱这个裤子的腰头，穿起来很舒服，那它弹性也是非常好的一件裤子。就是我觉得穿裤装最重要就是弹性好不好，就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给你们看。好，很好，那就这样喽。感觉出来很好，对，它很好穿，然后弹性非常的好。好，那换 Libo 来跟我一起，然后换他介绍一下了。